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't do. This one's for you. This time next year I'm gonna be stronger, a little bit taller. Top is my only fear. I feel very tired. Now we have reached the hotel. Then we have entered a hotel.我来青岛四个月，我青岛同学。好、啊，现在两边真的两回，其实站在我心里很慌。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希望能够藏在角落的人，但突然一下两排人在这站着，站得我整个人有点羞涩。上楼了。进了电梯，我觉得轻松了很多，因为那两排黑布给我们没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房间里了，待会儿我们见。贺总，你能不能等会再自然的夸一夸自己，对着镜子像刚刚一样那么帅？行，给个机会吧。不要。给个机会吧。不要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帅！这头发，我突然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突然整个人精神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就像七龙珠似的，特别像超级赛亚人，不像七龙珠吗？哇，再来一人都能合体那种。Next year I'ma walk down these halls and show my face for the world to see. Gonna see me. 快把秘密通道找出来！答应我们这种恶友组。对。哇！太屌，完全不懂。你们从哪儿下的？快把秘密通道找出来！我帮你找吧。好。可以可以。看，我是一个准点准时的人，我第一个到，全车我第一个到。毕竟叫，我就是给大家打个样。哟，我还答应秘密通道换一个签名了，是不是？快，赶紧给人签了，不给人签不行，答应人家。别浪费手机，手机挺贵的。对，是啊。那我也直接给你吧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我要，我怎么不要呢？瞅瞅我们学校招生就非常不稳定，你知道吗？颜值高峰能招成这样，颜值低峰能招成我这样，就是极其的不稳定。我是大厨，这才是颜值高峰，这是真的。这么行，我们家阿苑，坏的都是对的，他的腿坏了，哈哈哈哈，我坏起来。哦，奇奇怪怪的，他一点完全不懂。不，啊，好舒服。无数个，这是我活着的精神时代。我们的班主任。温城，温鹏，我是一个学术精英。但是为了你们，
无数个黑色段子，无数个白 T， 这是我活着的精神支点。我是一个形式主义感比较薄弱的人，知道吗？就是我没有那么强的仪式感，我就觉得我藏起来是最好的状态。生活是蓄电的过程，拍戏是放电的过程，对不对？你诠释角色的时候是要把你生活的积累释放出来。对于一个演员来讲，完全的找到自己，并且要在生活中最好能藏起来，它就是在蓄电。我是一个学术精英。你还是有点内涵。没有，别给我按 title。